何 <music>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六百四十页，六百四十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耳识。 世尊而说纪言，啊，这个纪言就是记送。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世尊要说的记送是属于重送啊，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啊，那么上一堂课啊，啊，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啊，我们。 接着看记送的经文啊，六百四十一页第四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微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沾理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啊，这是第一首啊，这个记送啊。 一首偈有四句，啊，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啊，世尊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 我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 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三里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九眼节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 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一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三根啊，那么佛的弟子啊，用神通啊啊，去看这个人呐、啊，这个五百世啊，有没有在佛法中善根？ 看看没有啊，就不准他出家了。啊，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啊，佛说呢，啊、哦，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啊，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啊，就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在我。 这个会下出家的，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但是不是这一生了啊,啊？跟来生来世。 啊，后后生后世，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归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啊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 这一生寿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至心归一大事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一。归一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 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适。或树或化大士生，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 菩萨当现无边体，示其眷属所生界，众多二去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或摸顶受生记。那么这段重诵啊，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啊，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啊，再说一遍。 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或塑或画大师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百恋三里不暂舍，啊，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两，啊，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 啊，每一天呢、啊，礼拜三两，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啊，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呢、啊，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了。啊，这个修学方法。 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是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多恶趣寻出里。啊，众难堕到恶道啊，那么。 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或摩顶受顺记，真诚恭敬到极处。 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言，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正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激发大悲心，先当三礼大事相。 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啊！欲修无上菩提者，啊，这是菩萨发心了、啊。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 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三礼大事下啊，那先要成就自己。三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啊，依依依地藏菩萨教导啊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 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知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视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成绝良。 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办有办法转变因果，啊，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 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啊，这种因果啊。 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啊，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杀他，你灭他一族，啊，来生他也灭你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啊，这个是啊。 因果啊，报应，我们一定要啊、呃、去深入啊。所谓啊，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啊。《万里无量寿佛经》啊，净业、啊、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啊。啊，儒家讲知天命啊，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啊。 啊，就孔子五十岁啊，他就深信因果了。占礼大事项啊，它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 啊，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渡情迷超彼岸，虽历誓愿不思议，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或故，与大圣经不能记。 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啊，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 这是自己有业障啊！这个前面呢、啊，长行文啊，有讲讲过了啊。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啊，就是有业障。活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 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他代表孝道。啊，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诸是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 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残命、八结。共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 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 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 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脑。可见得永离魔脑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脑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 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啊，无我，那谁受害？啊，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 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 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士名。啊，这个方法要修二十一天，五心啊，就是充蒜韭菜。 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 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十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 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得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声中永不忘。 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无边啊，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啊，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啊，给你摸顶受记啊，醒来之后变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 啊，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 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子拐为无称睡。啊，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啊，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啊，不仅是生病啊，不仅是身体有病。 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啊，智慧不开就医痴了，啊，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呀、啊，啊，这是心病心呢、啊、病了、啊。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 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死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 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三里地藏像，一切二世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时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啊！三里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 大笑大敬，一切二事皆消灭，心转境界啊，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啊！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 在“自信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一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三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下，如是山林大海中。” 尽是诸二皆消灭。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啊，就是旅游平安了啊,啊。我们要出门旅游啊，啊，怎么样能得到平安啊,啊的修学方法啊？这里重诵啊，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啊，出发之前啊，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 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啊，满一万遍，念一万声，啊，那再出去，那理由就能保平安了、啊。所过之处啊，诸恶皆消灭。啊，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啊，啊，都会避免了、啊，啊，不会有灾祸。 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啊，那么鬼神呢、啊，来尊敬你，保护你。啊，当然啊，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啊，你出门旅游啊，就平平安安了。 啊，可以欢欢喜喜地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地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啊，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说不完的。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 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 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啊，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 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是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地藏经》。 啊，的确呀、啊，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啊，观世音菩萨以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章经科《地藏经》科注注的非常好，啊，做参考是足够了，啊，这个科注啊，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朝里面呢、啊，啊，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 科助啊，是住的最好啊，所以这个科助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呢、啊，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 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呃，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事迹，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呀、啊。 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呢，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啊啊见闻第一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 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背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啊，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 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如此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身托之众，汝之神力不可思议。 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啊，也有在顺境中退转。 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此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此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生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 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啊，地藏菩萨在哪里呢？啊，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 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的、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 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在中者护主于炉，无令世诸众生堕二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 诵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啊，地藏啊，记住我们啊，这个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道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 在这些大众面前呢、啊，再次的付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众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啊，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 在佛宅中止，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呀，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 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啊，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 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 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 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南阎浮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欲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法度。 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信无定，习恶则多，种花善心，悉于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呐、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呐、啊。自信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呐、啊。 性是性格啊，他的志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啊，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二则多。 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 讲这个烦恼，有十一个善心所，二十六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原因呢，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邪坏，学好比较难。种发善心习以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呢、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 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呐、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啊，那这个会恶念呐、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 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更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二言不会增长。 遇到善缘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论世情百千亿化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硬化在世间。 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机气机呀、啊。 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众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拥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 一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付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 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啊，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渐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 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 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斥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而去，落在恶趣。 末法时期呀、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呀、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 暇死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是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 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 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啊，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 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然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 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啊！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啊，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利境界，都是自己阿然也是里面夜食，这个夜识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 逆境也不起心动念，太难处之。在一切静言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节相应，啊，你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助真实慧。 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会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了。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助真实会，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零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 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 临终忏悔、花愿，多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 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临堕去中啊，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四诸众生。 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就把这是因缘啊，菩萨是因缘啊，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 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啊！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啊，这境界像就没了。啊，这个的确啊，啊，这个。 境界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啊，自己这个心念啊，一转过来啊，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啊转了，啊，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啊，现在转善念了、啊，那第一项就没有了，潜令升天了、啊、那离开地狱啊，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啊，若能念佛回向发愿。 求生西方，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啊，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啊，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 啊，那当然啊，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啊，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呢、啊？啊，他们这个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 升到天国啊，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升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 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 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 啊，真的是念念不忘。鹿半涅盘之前呢、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啊，这个恩德啊，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 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长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 世尊的祖父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 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呀、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净经,经》里面有佛有一言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 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以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啊，那只有《地藏经》了。 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 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